欢迎来到庄小琴厨房。从 Costco 买回来一条里脊肉，然后当天就把它处理一下，有的切丝，有的切片，可以做猪排，然后一大部分拿去绞，这切成块状的，等一下放到绞猪肉机的那个机器去绞。一大盆，他们也没有给我佣金，但是这个机器太好用了，绞肉机，介绍给大家。就这样拆下来，很简单，齿轮拿掉了，整个都拆下来了。今天在 Costco 花了19块钱买了一条长的里脊肉，然后马上回来就把它处理好，现在切了6片猪排，写上日期，切了3包的这个猪肉丝，还有4包绞肉，然后小包，然后还有1包大的，19块钱，可以想想看可以做多少菜。